话题口很干，口嘴巴结成干咳，喝了好多茶，这个头发昏，就是里面药啊，药成分很重，完全抵消了茶水的作用，茶水就没作用。我口很干，头发昏，整个是药物反应。那一到春天，那帮混蛋，大概给我家偷偷的给我下药，加药量或者怎么样，下地狱的魔鬼了。